武打明星王家達的弟弟，他亦都有學龍形拳、啊、和白眉拳、啊、幾個拳種的。但我們現在講回龍形拳呢，亦都呢在東江一帶來計，以前惠州啊傳下來呢，很多人我們都有學龍形，它的分布地方呢亦都在大埔啊、新蒲崗啊、上水一帶的，以前呢以白眉派、龍形派的分布最廣的。好啦，多謝曬。